减肥期间有什么狂吃不胖的食物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十种减脂期间饱腹感非常强，而且越吃越瘦的食物。第一个，水煮虾，低脂高蛋白，热量极低，出门拿个快递就消耗完了。第二个，西兰花，每100克的西兰花只有27大卡，而且这些十字花科类的食物还能够保护你的皮肤。第三个，紫菜，一碗紫菜的热量只有19大卡，而且富含丰富的维生素，饱腹感特别强。第四个，生菜，每100克的生菜只有40大卡，而且里面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它是脂肪最害怕的食物。第五个，西红柿，如果你吃西红柿，你连长胖的机会都没有，而且每天1到2个西红柿，它可以满足你一天维生素的需求。第六个，冬瓜，每100克的冬瓜只有6大卡，吃了等于没吃。第七个，芦笋，热量超级低，而且还可以消水。第八个，蘑菇，蘑菇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还高，而且饱腹感非常强。第九个，黄瓜，每100克的黄瓜只有14大卡，而且黄瓜里面的丙醇二酸还可以抑制脂肪的合成。第十个，辣椒，辣椒里的辣椒素它可以帮助脂肪的分解，而且还可以提高你的代谢。